接下来呢，因为话不多说，我要带来下一首歌。你们知道刚才那一首歌叫什么吗？大声一点！哇，台中的朋友真的很棒。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是要在2020年跟大家说 say goodbye， 然后要迎接2023年，带来这首《那那那》。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慢歌。谁？哇！哎，今宵是蛮多的哎。哦，看到了，很漂亮吗？那所以我接下来这首慢歌，我希望大家如果会唱的，就远方的、镜头后面的，我看不到你们的，大家好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这首慢歌，就在今天晚上，因为刚才已经 say goodbye 了，要跟2022年说再见。接下来这首歌也在今天晚上，明天我们就要迎接2023年，所以带来这首《纷飞》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哎。
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我的第一个跨年，然后呢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都可以事事顺心，然后呢兔年行大运。最后一首歌曲，然后我先让我的 dancer 上来，让你们再欢乐一下。我的成名曲《我是女神》。我是女神，漂亮的。
可以。